大家早上好啊！今天挺早的，然后太阳也还没有出来啊。然后我们今天啊要讲一味药材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是川续断啊。在我身后这个就是这个已经开了花的，然后它已经开始到了这个季节。它刚开始结的孢子是这样的，然后后期会长成白色，后面还会开花啊。这个就是川续断啊。然后川续断呢，就在四川这样的一些地方呢，它会拿去变种啊，做成那个峨眉续断。然后这个是野生的那个川续断，要是变种呢，可能就是比较两种了。然后呢，它的药性啊比较苦辛，还有性呢是微温啊。它的那个归经呢是归肝肾经啊。然后呢，它的主治功能啊，顾名思义啊，川续断，那它肯定是对强筋健骨啦，损筋折骨啦，像这些症状是最好用的。但是论药性来说，是变种以后的峨眉续断比较强大一点，因为那种是专门冲着药材去的，所以说现在川续断的功能主治呢不是那么多啊。功能主治啊，它比如说能够补肝肾啊，强筋骨，调血脉，还有止崩漏。那主治呢就是腰膝酸痛啊，还有就是肢节痿痹啊，还有就是说是那个贴补创伤，还有就损筋折骨，还有就是胎动漏红、血崩啊、遗精带下、听疮臃肿，这些都是可以治的啊。但是呢，它最主要的还是治那个腰膝酸痛，还有就是贴补创伤，还有就是损筋折骨这一块啊。因为嘛，它川续断主要的用法也就只有这些。但是记住啊，就川续断它最多是只能那个外服，内服是不可以的啊，就是只能这样子。所以说本期讲的呢是川续断，大概介绍就只有这些功能，没有说是教你怎么去用，这样会对各位不是很负责，因为乱用可能会中毒这些东西啊。所以说大概介绍一下这个草的那个药性啊，还有它能够治疗的那些症状，这样而已。那本期视频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